广灯号。Mas sí.
5 passi. Thank you.
上新闻，我还是记起来上新闻。 今天谁想？我不会。哦，这个。有啊。哎，他妈过来叫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这个就叫。哎，三啊，不要紧。 这个不会是八六，八呀。伊光你搞咩老？光。老的。嗯，你干啥呢？啊。你在干啥玩呢？ 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我这是三百，你吃卡袂哈？你种是啊？你吃袂哈？这种的油啊，油。哎，这是油啊。哎，这个这个包你怎么买？还要四百多块呢。我这是，我是刚刚我买的。 嘿，你今年你想要买过？嘿。
做三袋吼，做三袋咧批吼，还是要做两袋？做三袋，嘿，三袋咧批吼。你是批批的咧切？无，我先切到直接批开收大袋，歹批。今仔下要煮，遐都花生较无遐水。
啊，真好喝啊！卖不了，好喝，好，太水啦！对啊。你剥皮鱼敢会要一块一块甲你剁开吼？会啊，四百二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拄仔剥皮鱼七百几，七百九。老板，你这个是上次可以七百九啊？顶届阮切甘济？顶届敢会切两块？对对对对，甘济。对对对对对。煮汤还不错吼。对对对。煮皮色的啦。嘿。它煎的话吼，肉就会较硬啊，但是煮汤真正袂歹。上来。你是把你拿回来吗？哎，对对对。你拿到钱吗？我拿回来，拿回来，拿回来。你买多少样？我们想吃什么？别花钱，你到这个。哎，姐姐在上了。姐姐大姨我吗？我姨。我这个还有一位嫂子，阿妹。可以啦。那你到底有几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来吧，后底遐，那要看伊要爱无。我不知道你的家人。
咱是十分钟啊。是足久，你嘛是搞得足久啊。我做真正，我是大肚，真正拢来个咧，啊吼，吃好嘛，人家拢有钱多。拢无来个。你怎啊有在来啊？有奖金的，有去上上着新兵啊，进。进神志武较清醒啊，但是就是无多讲话。你那嘛有来的，咱两抓，咱抓伊来，因来。伊有阵仔拢安尼戆神戆神。啊，伊嘛是会来啊。敢会迄对红仔某呢？无，住伫咧李港。住伫李港，因咧做。我也听讲，伊做。因咧做沙石。我教阮拼地的迄个。啊，你来娘妈还有小狗仔。你抢吧，别来抢算。对不？当下就看看冰淇淋，无先到乌乌出来，食食的，啊，就有通冰啊。这怎样？是温房啊，幺五。你讲要害哪像要一面镜安尼啊？我听你，你原本袂咧上班。我以前有二十多岁。那你嘛是人家咧做，退休就当领钱，啊，是人家咧做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家有好处。
嗯。哎呀，一包，那块一包两块呢。好，谢谢。三地啦吼。算今仔来是对，你若明仔载来无，你着看遮了，拢无物件。因为阿母明仔载要去佚佗。是啊。鱼啊。什么鱼啊？这叫龙胆鱼，鳞尖。鳞尖吗？我今年要去试呢。好钓呀。我们还钓呀。因为千一千五啊五，一斤卖三百，我爱卖三五的。
千五一个算千五呢？无，千五一算千五一个，讲二十吧。因为我今，我三百。系啊，啊你啊千三个，千来千八一个诶。哦。这应该多条。系啊，伊大尾啊，个背心啊。哇，等下看都贵啊！来，托给靠。有啦，现在拢有刀啦。我这个台买功夫，我这菜刀人个要去抬刀菜，我抬一斤啊。没有，系啊。啊，你唔是刀菜喎？我唔呀，我呢只钱嘛。哦，你只钱嘛，啊，快走下车咧。啊，我在第一辈啊。哦。系啊，我只啥物啊无是这边养个地花。哦。你没油了吗？我没花鱼啊。哦。我吃什么鱼啊？没钱。我这小姐这个变成经济姐啊！我跟你来讲下先哦。哎呀，我来。我等介绍。多大啊？介绍。啊，我一个用一个车车了，你好无？啊，我有搭车。哦。搭迄个，啊，但是我无车。马健，我用你。你对搭几台高铁哦？啊！啊，袂不爱用胶啊！我这不爱切，就较袂安尼太过大了啦。你要几块吗？我甲你分做两块吼。啊，咩来钱啊？哦，哦，谢谢。安尼好吧？谢谢安尼吼，多谢安尼。啊，你等于卖洗水啊？食恁冻了。哎呀。哎，安尼再冻较久。我反正。哎，我再甲你分，来回小瓜钱。好整条这样真空包装的呢，好幸福啊！哎呀，你啊讲伊个，哎，顶起十块，阮底嘛用十块收上啊。就是十块啊。就是十块啊。就是十块啊。真空包装好整啊，上头整条真空包装。用的啊。系啊。系啊。我上伊，你安尼上伊就是在安尼边，我把你拗好。啊，要做啥事的好啊？真空包装太保鲜嘛，噶会干唔差？有啊，更加久啊，更加久样吼。啊，其实这次伊个早十外年啦，伊个食只个啊，冻愈久嘛，无一定好啦。他拄啊一个中华内底规堆鱼啊吼，啊起啊。虾米都袂好哈。吓，食只啊咧对啊。你虾米都袂，俺讲三八嘞啦，你。啊，一个用十块安尼，哎呦，伊用五十啊。
对啊。哦，你也讲五六块啊？嗯。要我甲切菜？哎，叫我切菜。啊，恁做囝？啊，做你迄冰无？来包啊，大包啊，包做两包。伊要等于家己诶。无迄山顶诶，啊，包开就。哎，因为迄鱼啊，伊敢坐车来，天气热。拢冻起冷热啊！啊，一半行啊，半行啊，冻起，我咧船拢倒啊，点外出去啊，半暝啊，点外出去啊，啊，这个时间正来公开拍的啊，我咧现捞着啦，无过江的啦吼，无啊，过江的咧大只船，去台中头肉市啊，台中肉市啊，转来两工，转来一外啊，啊，无来台中卖啊，嗯。要煮汤啊，系啊，啊你诶要煮汤、要炊、要蒸拢会使啊。袂啊，迄阮遮已经都搞袂啊。啊，迄个拢卖，迄个无无鱼翅，讲无骨啊，终于是大骨了。啊，这要分无？分这两包，安尼，系啊，系啊。啊，两斤丝啊，两条肠啊，啊，南唔免南面素、南面耳啊，啊，嘛免滴米酒咧。啊，你。Thank you.
重到这种程度，好像也不至于被你吞掉。如果今天走枪跟你的，有可能。那要继续撑下去啊！啊，继续撑下去啊！四万多块蛮好赚的嘞。不好赚了，也是很辛苦的。不会啊，还好，看你们都忙忙的啊。进猪班了，阿进太矮吗？真的太近了。
啊，那边啊，一斤偌济啊？还无要卖啊？你无爱卖哦？要怎家己食的呐？大的吗？
这样。